我为谁含苞待放，玉如青丝般绵长，晚风细落轻拍我的肩膀，猜他一定有话要对我讲。雪静悄悄白茫茫，月倒映在镜中央，你真心坦荡，却使我伤感，剩下泪眼一行何以不长。这是爱走不出的地方，还不像风你经过我的窗，一脚草桑亭不过一炷香，不能与你牵手是爱回不去的地方，愿似无情的绳将我捆绑，你曾可知我倔强的信仰，生死与共地久天长，生死与共地久天长。这一天把我给累的，该跑的都跑了吧？我是一家都没敢漏。这办丧事儿啊，不像是办喜事儿，这规矩多了。这先来后到，这顺序怎么排？然后呢，谁先上头香？这都是有规矩的，千万不能马虎。哎呀，哎，哎云，我还差点给忘了。怎么了？今天我在东街上。我碰见单福全了，啊！你可没有把，我怎么可能把符文给他呢？哎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，吓死我了！放心，这点头脑我还是有的。那位爷啊，是个瘟神，谁见谁躲。他还算爷？那不是石不全吗？你说你这张嘴。哦，对了，董白两家的那符文怎么样了？还没收到。啊？我想是没那么快吧。哦，交代一下善终，别给耽误了啊！哎，这个丧礼我可要亲自去参加，我可是舍了一只千年老身呢。也让那些人瞧瞧，我单福全也是一个重情重义、不计夙愿的爷们儿。少爷，富伯，我家大少爷没在。啊？啊，刚刚出去了。可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吗？这个没说。要不然啊，你改日再来吧。我没事儿，我在这儿等等吧。在这儿啊？我回去也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在这儿等他回来。那我还有事儿啊。您去吧，您不用管我了，忙去吧。行，那我回去了啊。哎，忙去吧，忙去吧。识相的人呢？肯定是来要符文的。哎，不给他，绝不给他。可是他要是老是在外面站着，让街坊邻居看见了，还以为我们白家跟单家有来往呢。这种人咱惹不起。天干物燥，
小心火烛，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这天可真热呀，这屋子里一刻都待不住。二少奶奶好。哎，你去到我屋里把扇子给我拿来，热死我了。我这会儿不能走开啊，福伯他……感情你只听福伯的，我这个二少奶奶叫不动你了。不敢不敢。还不快去。哎哎。大少奶奶好，我可不是大少奶奶，我是白家二少奶奶。对不住，对不住，失礼了。你找我们大少奶奶有事儿？干嘛？什么事儿能跟大少奶奶讲？我这个二少奶奶做不了主。不是，实在是扇子太唐突了，不知道怎么说才是。单爷是要复文是吧？将军，嘿，嘿嘿，呀，没齐了吧？哎，你今儿是怎么了啊？心不在焉的？没有。等什么？再来一把。嗯。老爷，白家弟傅文过来。哦。不请人进来坐坐？说了，丧家不宜入府，故此。在门外递了符文，人就不进来了。哦，到底是大户人家啊，还懂得规矩，还知道请我了。啊，看看，是哪一天，咱们一块儿去，顺便我和董家过去的那些恩怨，也就此了了吧。继续，让你先。好。老媳妇儿。谁呀？大呼小叫！老媳妇儿，哎呀，出来！出来！来，乖。什么事儿啊？还什么事儿啊？你看看你干的好事儿。是我给的，怎么着？不是，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？你就乱发符文，我管他什么人呢？人家一片诚心上门来要，那谁要你都给是吧？哟，大哥，这话可不是随便乱讲的。躺在棺材里的可是我丈夫，我连这个主都做不了吗？好，我不跟你讲，我不跟你讲。赶紧的，去把他给要回来。要回来？这账可以追，债可以讨，你听说过把符文给要回来的吗？切！不要回来，你还真让他去现眼去啊？那可是个人见人厌的主。哎呀，行，烦不烦呢？烦你也得听，到时候他要真去了，人家还以为你跟他交情有多深呢。你说你冤不冤啊你？昨夜里在您府上候了一夜呢，不巧您没在，我还正想去找您。拿什么呢？拿什么？符文呢？这不好
吧，您都给了我了。不是谁给你了？您府上那位二少奶奶，不，他不算数，你给我拿来。哎，这，您不带这样的，您都给了我了，怎么还能往回要呢？我说山川，人家不给你符文，你还不明白吗？啊，白大少爷，你给我拿来，这。哎，白大少爷，别人势力您就不该呀！我怎么就不该我？董少奶奶可是亲自上我义父家求的身，去你！我义父可是把太后御赐的千年老山参让他带回去续命的。不是，那求山也不应该求那师傅。小心您的嘴，话说出去了可就收不回来了。哎，山少爷，您想想啊，您呢，哎，就帮忙。既然您都出手相帮了，那就好人做到底啊！那合着闲的名声不好，再不好，他也是舍了那个稀罕宝贝啊！您说这个时候您脸都不让他露一下，这太凉薄了。不是，单少爷，您想想啊。行，他可以去，到时候是什么场面，不应该我说，您应该明白吧？哎，人人走冷壁，冷眼相待的，你说这露脸能有面吗？啊？只怕说到时候那更没脸了，再被人糟蹋说在葬礼上邀功，这多不值啊！好了，说破了天，这符文我是不会还的。我义父这会儿正老怀大慰呢，不能还。看把你能耐的！我这。闺女，啊，义父，啥时候回来的？咱也不跟爹说一声。我刚回来没多久。好，来来来，陪爹好好聊聊，喝两杯。啊，这几天你不在，爹可寂寞死了。我不想喝酒。喝两杯吧。哎，你老姑还好吗？她是不是又帮你说人了？哎，我告诉你，你可得长点心眼啊！一般人都不行的。我单福全的闺女。义父，我真的很累了，我想回去歇歇。我先回去了。哎，闺女，爹，我回来了。你妹妹是怎么了？是不是在外边遇上什么事儿了？嗨，我估计是累了，让她歇着吧。啊。哎，符文呢？在我这儿呢。哦，别掉了。啊，您放心吧，掉不了。我这可是头一回受邀啊，红白都是头一回。之前谁也没拿我当回事儿。哼，虽说这回是舍了个宝贝才蹭了一张符文，但是怎么能说是舍呢，爹？这是董家感念您的救命之恩，啊！哎，拿来，什么？符文呢？我看看，在我这儿呢，丢不了。我知道在你那儿，拿给我看看呗。这符文有什么好看的呀？我看看什么日子啊？我还没仔细看过是哪一天呢。哦，嗯。哎，我看看。您看，啊。这字儿怎么那么小啊？哎，上头写哪一天？初六。初六。哎。哦，那就后天了。婆婆，这是明天前来吊唁的宾客名单，是我娘家专门让阿福送过来的，请您过目。阿福，替我向白老爷致谢。文博，替我犒赏一下，送一下阿福。好，这是我应该了，老夫人。哎，请吧。婆婆，您还是看看吧。哎，小姐，不如让我给老夫人念一念吧。不用念了。没事儿，我给您念念。
放这儿。哎，走吧，走吧。小姐，咱们又错了，怎么又错了？给我难堪的吃吧，欺负我不识字！别气别气，这不是有我在吗？哎呀，我给你念啊！哼，丫头识字，我都不识字，是吧？忍忍忍忍，就明天了啊！哟。要说这白家呀，势力还真不小，请的都是有头有脸的。你看看，前朝的、当令的，除了做买卖就是当官的。够了，干什么呢？帮着白家在这儿造声势？没有。那名单里面有单福全吗？还真没有。怎么能没有他呢？是是，没他这戏唱不下去，便宜了白玉和了。对呀，他得来呀。别着急啊，有我在。我这阵子早把单福全的行踪摸得透透的，我一定能让他来，一定能把事儿闹大，让白玉和倒大霉。文博，哎，一定要记住，丧服要一件一件的穿。是是是是。啊，寿衣一定要用绸子的，不能用缎子的。那自然了。出殡之后的解会酒都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好了。好。少爷，他真以为？放心吧，他是当家做事的主了，是吧？你记住了，看看那帮奴才，一个个跟哈巴狗一样，墙头草，随风倒。等白玉和塌台那天，我看他们怎么收场。行了，那没事了，你们都去忙吧。哎哎，哎，散了散了。小姐，那我也去。到那儿啊，慢点慢点。婆婆，少华的请口钱是用铜钱还是用银钱？玉和，这些事情都由你来做主吧。这些规矩老理儿，我也不懂。如果瞎给你建议，闹了笑话更不好。行，那我就不麻烦婆婆了。哎，玉和，一切都拜托你了，总是要让少华走得风风光光才好啊。我应该的。还有，替我谢谢你娘家。那也是应该的。少华是白家唯一的女婿。好，婆婆，您是白发人送黑发人，不宜替他带孝的。我帮您解开吧，要不然外人看了笑话。你看，还是你懂。去忙吧。哎，该来的都会来吗？该来的都会来，不该来的也会来，那戏才热闹呢。等着看吧。哎，媳妇儿来嘞！弟呀，小泉子，哎呀，哟。听您这一声啊，我眼泪水都想往下掉了。来来来，快请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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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二位爷，里面请里面请啊，招呼着啊。
贵的。哎，二位爷，来壶好茶。啊，请问二位爷要喝什么茶呀？明前，就明前。哎，好，明前。好嘞，上好明前一壶。走走走走走，爹。呀，这件小红褂又穿上了啊！哎，神气。那可不神气嘛，老佛爷赏的呀。掌柜的，哎，爷，您有什么事儿啊？今儿个我们家呀，要办一桩白事，你给出点外汇吧。哟，您没提前说，我们抽不开空啊。你瞧你这话说的，这办白事怎么提前说呀？我知道那人什么时候死啊？您那不是强人所难吗？什么叫强人所难？在哪儿办不都是办吗？办也不能去桑家办呢，这客人们都订了桌子了。我们今天大少爷出殡，还得提前来订啊，50桌。外汇啊，客官，您的茶到了。什么人在底下闹嚷？董家的人。董家？今天董家少爷出殡，他突然间叫我们上他府上去办什么解会酒。今天？就是嘛，哪有人临时办什么外汇的？哎哎，客官，客官。我们董家也是平城的大户啊，这是我们少爷出殡，多大的白事儿！我找你们，让你们给我们出外汇，我太看得起你们了，你还不愿意去？你是？你是董家的？我是董家人。你们家董少华改今日出殡了？你瞧您说的，什么叫改今日出殡？出殡这日子能乱改吗？早定好了，就是今天。初六。您老过得太着急了，今儿刚初五，明明写的是初六啊。您有符文？怎么，我不能有？啊？那白国志特别找人送来的，明明写的是初六啊。那估计就您那一张是初六，我们家人都是按初五准备的。您看我正忙呢。我跟你说啊。50桌要不够，咱们就100桌。哎呦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有请，有请啊！姐，哎，你好，请，请，请。姐是，哎呦，你好，你好。哎呦，董家奶奶，这是赵先生，县里科举，一门三进士，听说以前也是。我记得，他是少华的教书先生。请节哀。谢谢。请节哀，赵先生，请慢走。好。哟，周先生，来，请。董家奶奶，这是平城的商会会长周伯年，还有公子周永嘉。谢谢。董夫人，请节哀顺变。少奶奶，请节哀。枉费你了，还是迟了。董白氏代先夫，口头谢恩。哎，别老跪，永嘉。董白氏，注意你的身份。啊，董夫人，请原谅小犬的唐突。啊，请二位夫人多多保重，保重。哎，周会长，周什么场合跟个寡妇拉拉扯扯？没拉拉扯扯，我就服了，一点规矩都不懂，让人看着笑。这位是兴城路号的张先生，节哀顺变。谢谢。季大爷，哎，哎，我爹呢？他不是说约在这儿跟您喝茶吗？就是，这才没聊几句，心急慌忙拔腿就走了。嘿，那。他有说去哪儿吗？没说呀，就听说什么谁家发丧出殡什么的。坏了！白老爷到。
白老先生，请节哀。 走了老的，只有送走小的，你说为什么走的不是我的？亲家母，节哀吧，节哀吧。多亏你们白家帮我办丧事，要不……你放心，雨禾是个好孩子，他一定会孝敬你，他一定会比少华还要百倍的孝敬你，他绝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 娘就指望你了。娘，哎，董家奶奶，哎，请节哀啊！爹，您身体不好，要不然您老先休息一下，好不好？董凡心，给我出来！快，拉快一点，拉快点！本想改了符文就能避免尴尬。 可没想到该发生的还是发生了。别拦我！少爷，咱有话好好说。董凡心，给我出来！忘恩负义！哎，爹，我去看，我去看。凡事，您消消气儿啊！出来，让开！咱有话好好说啊！单先生，今日是我妹婿的丧事，请你自重，不要打扰了丧家。请我自重啊！ 是你们董白两家先不尊重人，啊，拿我扇不寻扇的玩儿啊！爹，善大爷，您消消气儿啊！董白氏，我们家正办丧事呢，您高抬贵手，高抬贵手。丧事怎么样？哦，家里死了人大了，有什么了不起啊？这没什么了不起。死人不为大，没什么了不起。您躺在棺材里试试。你谁呀？你算老几？老几也比你强。 起码董人事儿，懒得理你。董白氏，出来，忘恩负义的。我董白氏做错什么了？雨禾，你先回去。我不回去。我要知道我怎么忘恩负义了。我让你回去你就回去，你一个妇道人家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啊？呵，你还振振有词，你还有理了哈？我就说你忘恩负义，说你们白家高眼看人低。国志。 这到底怎么回事？爹，他自己跑来胡说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们是没有这个八抬大轿还单公公吧？这就是你们大不敬啊！这要是老佛爷还在，老佛爷也……撕烂你这张嘴！来，你撕，我瞧瞧。这，你干嘛去？董白氏。 你那日到我府中去求神，你忘了？大恩不言谢。没有人要你谢，老佛爷遇刺的那千年老身也不是沉泥深陷便可以抹平了去的。你那日来求我的时候，你是什么德行啊？你还记得吗？长跪雨地，赶也赶不走啊！我为了救我丈夫。是，你是为你丈夫，你什么都愿意，什么都肯。是。 什么都肯，什么都愿意。好，单老板，今天大家都是来参加我白风石姑爷的丧礼的。你要是有心，就请你烧一炷香；你要是无意，就请你打道回府。单大爷，嘴上积德，寡妇可怜啊！哼，寡妇可怜，那谁来可怜我呀？我一片善心，结果换来了什么？啊！ 换来的就是你们对我的耍弄跟奚落，啊！你们让我没脸是吧？好，那大伙都别要脸！你们知不知道那天晚上发生什么事情？啊？知不知道？他睡在我的床上。单公公。
天哪，天哪，少华呀，这在天之灵怎么安呢？不是这样的，诸位小姐，不是这样的，诸位小姐，不要听他胡说啊！不是这样的，妈，我说错了吗？单少爷，单少爷，您不能进的。单少爷，单公公，您差不多得了，您就是一太监，您能怎么着？是，没错，我是一太监，我是不能把他怎么着。可房里还有别人呢，你还有一个四肢健全、精壮的小伙子呢，那是我的义子义父。拿。就是他，过来，啊，就是他，单公公，既然当日你出手相救，今日为何还要陷我于不义？那得怪你们自个儿做的太绝。是，我是跪了，是躺。雨禾，别再说了。爹，我要说。我要告诉你们事实。当日在屋里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你应该心里最清楚。你为什么要害我？就因为我没有上门去道谢吗？你何止是身不全，你是连心都残了。少奶奶，今日我丈夫出殡，你一身红衣。你是让生者难受，死者不安，你还是人吗？我不是人，你是人，能做出这种事儿？你敢说我说的不是真的？是不是真的？是真的，可不全是真的。爹，如果重来，我还会这么做。我白雨禾不怕。我不后悔。少华，为娘随你去吧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哎，你怎么直接就进来了？多晦气啊！回去过一下火盆，快！过什么过？晦气到家了！怎么了？哎，我看老爷子也被扶回来了，到底怎么了？你还问呢？丢人丢大了！哎，你去要的符文啊？单卓安，你就这么闲着脸屁颠屁颠的问人伸手要符文？你呀！你这个窝囊废呀，把你养这么大，吃我喝我用我住我，到末了是为了让女儿丢我人。我单不全就这么贱呢？什么大了不起的场面，什么大了不起的人家，我就非得去不可啊？他什么东西，我就非得跟他伸手要不闻？你呀，我叫你为我丢人，我叫你为人要东西。我叫你这么糟践我，够了！你这么丢我的人，叫你骗我！不要再闹，哥！哥，起来，我们起来。一春，走开。哥，你知道他做什么了吗？他不就是去要了符文吗？不然怎么办？人家不会给你，人家不会让你去的。不要说了，走开。哥，你们俩可真是亲兄妹、亲骨肉啊！连着心来糟践我，爹。以真的年纪小，不懂事儿。他年纪小，他活得这么大，是吃屎啊，还见风就长的？我宁愿长不大，也不做你单福全的女儿。你别说了，以真。我说的都是真心话。好个真心话，可好听了，多窝心呐。宁愿。你外人瞧不起我，就连你，你也瞧不起我。
单以真，我何时亏待过您？你跟爹道歉，跪下！你跪下！放开我！我做错什么了？我为什么要道歉？我们需要这么卑微吗？我们需要像个狗一样摇着尾巴乞怜吗？他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被他领养回来图个温饱，我还不如被叫花子领养呢！住嘴！真，姨父。没事，瞎掺和。现在好了，老爷直接躺床上了。怪谁呀？是谁追着赶着要把这丧事揽上身的呀？那是做人的道理，长兄如父，避不掉。避不掉？哼，手足情深，多仗义啊！为了主办这丧事，董家的丧事，自家的兄弟都不顾了，围着人家满场转。你一个外姓女婿，大过白家少爷了。白家少爷。这个少爷什么时候为白家做过事啊？有没有不都一样？再给我说一遍！说，我说了怎么了？再说一遍！我这样说，你都给我住嘴！两位嫂子，能不能别吵了？这还有没有完？爹还病在床上呢。那怪谁呀？谁都不怪，这都是自家人，一比。也写不出两个白字儿。行，不怪白家人，怪那董白氏。他如今可不是白家人了吧？可他丢的是白家人的脸。这下好了，闹出这么大的事，白家的脸都给丢尽了。小姐姐什么都没干，她比谁都苦。你说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呢？是少华走了。就是这走了还丢这么大的脸，我真想跟少华去啊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您可千万别这么说，你要节哀，小心哭坏身子。少华在天之灵都不会安心的。哎呀，一定要保重啊，少华。你听，他还是中气十足，一点也没累。看来还得两个多时辰呢。别哭了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我饿了，去吃饭。哎，这都什么节骨眼啊，还吃饭啊？什么节骨眼也得吃饭呢。小春儿，以后这种场面还多得很呢。董家闲得没事的女人都排着队的，准备等着他哭闹呢。难道咱们每天都不吃啊？会饿死的。那我给你端进来，你别出去。不用。小姐，小姐。这样啊？开饭为什么不叫我？哎呦，不要脸的女人呐！哎，你们看看，这少华刚走，还有心情吃饭？哎，你们看看，养的他也能吃得下这样啊？怎么能这样啊？他这样的人，这是不要脸！
还什么大户人家，一点规矩都没有。怎么娶了这样的女人？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的人。什么？退了？什么意思？小两口八字都合，家里老人也都喜欢，为什么要退啊？不是，大少奶奶，您这……哎，二嫂，您这是干什么去啊？我回娘家去。你又要回娘家？怎么？可不是只有白雨禾才有娘家，我徐凤玲也是有娘家有仗势的，不靠白家，我娘家照样养我们母子一辈子吃喝不愁。老二媳妇，你是？你是白家的媳妇，你为什么非要回娘家去，让娘家养你们母子俩呢？不用再跟人伸手看人眼色。我们家老三要人有人才，要文有文才。这说起来，白张两家也都是门当户对。是是是，不是说好了到了年底就办喜事吗？对不住啊，对不住大少奶奶，这事儿我谈不了。哎呦，李媒婆，你把话说清楚啊。哎呀，别聊了，大少奶奶，李媒婆，哎呀，谈不了，谈不了。哎，咱们再聊一聊啊！别等了，府上大小姐闹出这种事儿，谁也不愿意跟白家结亲家。哎呀，咱们再商量商量，这喜钱我们加倍，加倍我也干不了。哎，对不住，对不住，李媒婆，凤玲，你别闹了，这个家本来就……那跟我无关，丑事儿是白雨禾闹的，是您家白国志给闹的。好好好。是我们没有做好，干嘛也把我给摊上了？国人的丧事儿给搅和了，现在外面传的又那么难听，说什么白家门风不正，男女主仆大被同眠，混账话！放着白家的福不享，你要走请自便，孩子给我留下，我得把我儿子也带走。不行，大嫂你给我让开，虎子姓白，孩子必须得留下。把孩子干什么？就放开。闹啊！哎。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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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够了！闹够了，闹够了，都给我回屋去！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爹又生气了。镜中泪如泉涌，见官司空，是知心。有所终，你偏来拨弄，痴情意似情灯，寒颤胸口偏与难吐露，哽咽如虹，恨你恨之。是不相逢，念你念只念岁月枯荣，今生缘落花总无影踪，自在谁手痛定思痛，恨你恨只恨是不相逢。为我一片惊鸿，一片惊鸿，恨你恨只恨是不相逢，怨你怨只怨言不由衷，来生缘若是梦一场空，劝别为我一片惊鸿。